示范脚踏的功能效果。这个是正常音，我们从左边的这个弱音开始踩住它，踩住它声音弱小。好，第二个是持续音，持续音我们要当前的音按下去，马上踩脚踏，当前的有持续音，按其他键是没有持续音的，这个一直踩住不放，当前的这个当时的这个音有持续音，有延音，这个有延音，其他是没有的，其他没延音。那后面这个延音要先踩脚踏，再不管按哪个键，它都有延音效果。放开了就没有。